我可以信任你吗？当然可以啊。那你以后会害我吗？你终究还是这么做了。去把婉妃叫过来，把所有人都叫过来。是。你们竟敢愚弄我！墨婉儿，你会后悔的。何人在门外喧嚣？墨儿不知韩王也在，墨儿借远了。原来是墨家二小姐，有什么事不能当面说，非要在门外大喊大叫？不瞒韩王，墨婉儿之前与我的未婚夫，也就是太子殿下睡在一起，被我抓。给王妃喝打胎药，把她给我拖到内务府。是。王爷，其实我去，别人派来杀你的。你不会从今日起，打拼，有声有势，不得踏入王府半步。若有来世，盼你化解寻常。